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卓城，乔治城，在美国华盛顿首都的旁边的这个小城，然后有一种欧洲风情的感觉，特别美。然后呢，这个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汉堡店，是奥巴马以前很喜欢吃的汉堡，他们有一款就是奥巴马汉堡，所以我一会儿要点这一款。然后呢，这里还很有名的他们的奶昔，让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吧。可以买一个这种，然后呢就可以自己接。这边有很多不同的酱料，然后放在这个小塑料杯里，你就可以。这家店还有二层。想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去拿东西了。红丝绒奶昔，巧合，有种麦当劳冰淇淋的味道。让我们打开这个神奇的奥巴马汉堡，看一看，好油，好油。这个还是这样子的，里面有一个牛肉块，有培根。奥巴马最爱吃的汉堡，好油啊！帮我尝一口。里面有甜甜的酱，那个洋葱好像是甜的，然后很油。很好吃，推荐推荐。这是它的农场汉堡，然后我又偷了它这个农场汉堡来尝一口，里面有菜叶、洋葱，还有芝士和汉堡肉。这样，这个肉很新鲜。很好吃，这家汉堡真的很好。那么总体来说，今天视频就这样啦。这个汉堡，奥巴马汉堡，甜甜的，很合我的南方小伙伴的胃口。然后呢，但是里面很多很多的油，跟这个汉堡肉非常的厚。总体来说，这家汉堡店非常推荐，如果你。